我得不到屠龙宝刀，誓不罢休。你要取屠龙宝刀，先杀我谢逊。韩夫人，你的名字叫紫山龙王，犯了此刀的忌讳，与我一战与你不利。说不定我这杀尸杖先杀了你这瞎眼狮子。看招。谁干扰了老婆子的大事？赶快现身出来！石教主之时便已失落，怎么会在这三人手中？这是不是真的是火灵？这三人是否本教弟子？不叫龙王失望，为何不下跪接圣火灵？啊！王以本教教规，入教后不能叛教，此人自称破门楚教，为本教叛徒，把他脑袋割下了。要我杀了紫山龙王？说得对，不可能的。中土明教向来无此教规，从今天开始，中土明教西奉波斯宗教号令，除教叛徒，留着便是祸胎，把他除掉。明教四大法王情同金兰，他对我无情，我却不能无义，更不能出手加害于他。你在说些什么？你们中原人啊，真是婆婆妈妈，啰里啰嗦，除教之人怎可不杀？这算是什么道理？真是非常奇怪，莫名其妙。谢某，我杀人无数，却不会杀害红教的朋友。非要你杀他不可，不听号令，我们先杀了你。好诡异的武功！
这是明教的事，跟你毫无瓜葛。今日你出手相助，谢逊感激不尽。你赶快脱身离开这里。不，我不能让他们杀了你。你快走，我来应付。少侠，接刀。谢大侠，这波斯三使武功虽奇，在下要脱身却也不难。谢大侠，请你先行暂避，在下事了之后自当奉还宝刀。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行，万万不能相认，否则义父爱敌之身，势必要和波斯三使拼个你死我活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在下姓曾，名阿牛。谢在下还不远走，难道是信不过在下，怕我吞没你这口宝刀不成？嘿，你不必言语相继，我谢逊以垂暮之年能结交你这位朋友，实在是平生快事。我要以七伤拳打那个女子了，我一发劲你就撒手丢了屠龙刀。不行，我一松手慧月使定会被义父打死，明教实在没有必要和波斯总教结下深怨。准备好了没有？把圣火令给我。哎，给。别吹了，快走。谢大侠，这波斯风云三使武功诡异，眼前只有暂避其锋。珠儿，不会有事的，我带他去前面疗伤。韩夫人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又要下手杀害殷姑娘。这个野丫头吃里扒外，该死。你还在记恨殷丫头警告我刚真的事？我不允许任何人背叛我。韩夫人，你的心眼太狭窄了。金花婆婆，经过这场生死大难，你难道还不能尽弃前嫌吗？